来，一二三。恭喜老板喜提新车。也坏了，也坏了。小子，快点啊！去洗个澡，洗个澡，然后去提车了，今天。啊？老妈，老妈，快点啊，去洗个澡，去提车了，你去不去啊？去开车去不去？开车里去不去？提车里也去啊？啊？我去普家提车里也去啊？不去不去？啊？我说我着急，没有50分钟的。啊，你要炸油条是吧？那我们就自己去了哈。我去吧去吧，爷爷这地方去不了。嗯。快等你啊，这小猫真好玩，为什么有这东西它就情不自禁啊？为什么呀？情不自禁。我都想回到家乡，再回到他的身旁。哎，王一涵，因为下午就去学校了吗？嗯啊嗯，本来想带你去玩的，那你不去啊？不去了，我明天就开学了。明天就开学了，到学校好好上学，听见没？走啊！走走，快点啊！天不早了。快走！哎，拿的搞，拿电条，打电条搞，打啥的？因为我打的，因为我不明啊嘛。哦，还有这一说啊？啊，搞的搞什搞什嘛？行行行，我去拿，我去拿，给我打的十几十的。步步高升。两瓶我够了，你们把钱拿走了吧？不是的。两瓶够，好了，走吧。老爸。老爸，你也要去跟着去玩吗？我也在家去玩玩。你也跟我们去玩啊？啊，跟你们去看看车子。走。那小月抱多少东西？给我打着了。啊？你要不要用啊？拿着，拿着，走吧，出发了。今天就开车。哇，今天自觉，我飞哥。今天自觉很自觉，你现在是老板，别这样说，知道吧？你也没朋友的，没事。走了走了，今天就我们四去，王一涵要开学了，不然也带他去玩了，老妈也不去，我就走后头。今天和老爸，这是我老爸，这是我小妹，谁管他？自叫小飞飞，这是司机，这是我，这是我请的司机大哥，司机大哥今天辛苦了哈，这鸡腿是吗？鸡腿肯定要加的，鸡腿吃就行。啊，咱们现在去提车了。那个一切手续都办好了，还有多远啊，司机大哥？20多公里，还有20多公里啊。要等等啊，爱说的话已说过千遍万遍，无法说出的感觉飘在雨里面。来，我们到了。哎，小飞飞，小飞下车呀！谢谢。还有哥给你开门啊！老爸，老爸下车。今天带老爸来看看车。我这看了，直接提了。老爸看不看好已经那样了，是不是啊？反正已经给。对吧？我们现在进去啊。老爸，老爸在里面呢。你看，就这个，记得呢。你看好哪个了？这你把卷子扔了？不是，我买的是那种大的。大的。哦，乖乖，去。哦，行好。老爸呢？老爸在。快点，快点。老爸，快点。我买的这一辆。大不大？大。
这个漂亮哦。老爸，走，带你看新车。老爸，那个车不是我们的，这辆呢是。你看，它扣起来了。是的，对的。膜贴了吗？膜还没贴啊。上完牌才能贴。上完牌才能贴膜吗？对，上牌之前不能贴膜。还要来一趟，还要来。那肯定是。那这个是牌照不上，车管你要是贴膜，车管所不给上牌。哦。哦，膜还没贴是吧？对。他给你弄了一个这个，对，到时候还要放鞭子，啊，还放鞭子。那里头有炮吗？有炮，有炮。那里给我，那里有鞭炮，那里要给我们放炮吗？啊，对，放吧。啊。老爸，上去坐一下，试试，感受一下。看，我来看一下。我把你车放下来看看。啊，这个类似，这个什么瓶啊，我也不知道。哇，新车里面好有味道哎。没有味道吧？新车有哎。新车里面有味道。老爸，老爸，嗯，感觉怎么样？红旗新车没有味道的哈，没有味道，我也觉得没有什么。没有味道啊？嗯。哎呦，这是我妹妹。人家姑姑都修的吗？就是后面这个车，终于买上新车了，不容易。老爸，今天提车了。今天提车了，一个人呢？老爸高不高兴？高兴。高兴。我看看，中控也舒服。这个显示屏这么大吗？可以看电影吗？不知道。小妹妹，那个副驾驶就是你的现在。嗯。啊，听见没有？不要再去坐别人车了。那你也不许让别的女人坐。可以。不许坐。不许坐。嗯，好。啊，只有你可以。这种话就自动化了。自动的。啊？都自动的。这不现在这不都自动的呀？嗯，这个椅子也是。给力。给力哈。舒服。那现在我们那个手续办完，我们就准备回来。干嘛？因为你别瞎按，按坏了。我没开呢。是吧？是不是这样啊？在不？哦，对，应该在那边。嗯，哇塞！你赶紧去学个驾照。没事，我就拿你这车练。啊？我就拿你这车练。不是，你没有驾照，你怎么练啊？我们学报驾照呀，去报那个呀。啊，你赶紧报个驾照呀！你看那边也提了一辆，跟我这是同款。报个名啊！赶紧学个驾照，没准也能看看。你也没有？我以后买车也买个红旗的。咱兄妹俩买一样的吗？这车实用大，外观还好看。这最好的是实惠。实惠。嗯、这个椅子坐的都舒服。小月不想下来了。哎，你这椅子里面好了。嗯，这磨砂了，这不滑。小月，你今天衣服穿的怎么样？好丑啊，感觉。啊？丑呗。现在把这个手续办完就可以走了，菲菲。这个是我的财务，他是帮我管理的。抓我的是吧？对啊，你不是我的财务吗？啊？我妹妹是我的财务，加管理员，加秘书。啊，还有2000块钱贴膜的钱没有给，把他给了哈，给了，给了吗？给了。我身上没有钱，看见没？这一位就是我的财务加秘书加小妹，我没有钱。现在我的财务在帮我交钱，这是我的管家。好的。赶紧给我转钱，我跟你讲。一个大钢棍子差点都掏不出来，还给你转钱。那离我们快了，还有多久啊？2个小时左右。着急回家呢。尽快帮你办。2个小时。我姐还在家等我们呢，菲菲。你姐的炮已经买好了。关键她现在回家这么早，是不是已经菜已经买好了？是不是准备在家已经弄了？不知道，反正他炮跟他打电话问我啥时候回来啊？炮158，炮已经买好了，说的。118，这是临牌，临牌已到手。这临牌这个车牌号还不错呢。对，可以。就摇到这个号就可以了。啊，就车到这个号就感觉就不错。倒进去要弄一个。哟，还准备了这个炮啊？对，
到。平，啊对，直接倒进去。啊，倒进去。哎呀，恭喜你成为红旗车主。感觉如何？还可以。还可以啊，很好啊。我再开回家。不给龙哥了。等会直接开回家。帮他开了辆小破驴。啊，来，好勤快啊！来，一二三，好，恭喜老板喜提新车，开心吗？开心，我只能看，我也不能看。我们现在就可以走了吗？可以，可以走了。名牌呢？名牌在车里。我现在贴临牌，贴完临牌，这个加油站在哪里啊？加油站，你们是从哪里走？这车，我哥不在，我们就把车给提走了。也是不用他来，我们直接开走，这给他个惊喜。他一来说人呢，我们回家了。可以了是吧？把车开出来，放个鞭炮。这是我哥喜提的爱车，我已经帮他提了。哈哈哈。这是单方打气的吗？来，出来了，放个鞭炮，准备回家。有问题的话，咱再找我。行，随时联系。好，拜拜，拜拜。